我们在哪儿吃啊？把那桌子翻过来吧。妈，这感觉也不像吃饭的桌子。他平时吃饭也用这桌子吗？感觉吃饭都起灰。装修中。你别说，确实能看出来是你们做的桌子，有点晃悠。跟我做的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别说，还真是。往中间。咱们来哪里吃？中间吧。我想一下，咱们得几个桌子？就这个大桌加小桌嘛，四个桌，俩桌够了。这我是不是得擦？哎，有没有桌布啊？哎，对，有桌布就好了。布子，有那个膜倒是，那边有那个膜。什么膜？但那干净吗？干净。有尿素袋。不是不是不是。不行吧？就这个，刚刚哎，刚刚还用的，这个是，它是一卷吗？有新的吗？啊，这儿，是它。完了，眼睛有点不好。用我妈的话说，她都看见你了。哥，你哪人、啊？东北人。哎，你俩都是东北的。啊，你俩都是东北的。对啊。哦。还得再拿一个。这个吧。桌子，那边还有一个大的。哪个？那个大的吗？那要收拾出来可挺费劲的。不是不是，后面好像还有一个。哦、我说那要收拾出来，接着收拾呢。可以，关。来，庄总，先给他们介绍一下机器。这个是干啥的？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是背包式喷种机。不出意外，这应该是播种的吧？对，播种，然后它也可以施，比如说化肥啊、有机肥这些都能拿。是黑化肥吗？对，黑化肥。它发挥会挥发吗？对，发挥了就会挥发。哦，行，那一步一步来呗。嗯，先补种，就是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种子装到这个桶里。嗯，来，补种三要诀，第一要诀，先装种子。然后呢？第二个我们还没想好呢，我们得想想。来，把这口对到这，到。然后第二步背，背。第二步把它背起来。哎呦，这几步可真复杂啊，真需要技术。来吧，一人背一个。